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拜友怕游戏。那我们这一趴呢，我们刚刚提到黑帝斯的挑战，大家对这个单元名字可能还很陌生哦。可是讲到我们摄影镜头看到这个白板，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了，好吧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哎，没错啊，就是那个由我们那个最会做主头啊，不是主头啊、哦，最会发功干嘛、啊？发功。我觉得今天哦，要让你开那个赔率，我们要限制你只能开几种，要不然开那种1.2、1.3自己稳赚不赔的那种赔率。我没有过水钱白就是要这样啊，是吗？那我是限制你手续费，三日，手续费出来算。你们好，我赌什么的？你说的。啊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规则字卡的部分，就是由金融东做庄，每个人1000元筹码，等一下会有一连串预测胜负的那个四合，请依照你们专业判断或铁口直断来预测。那个胜负的部分，那最后赢得最多筹码的前两名，等一下就有宵夜可以吃，好不好？一样是前两名啊，哦，所以五个里面要取二，难度有点高，好不好？好，小梅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超烂，我最不会玩的。你说最不会，你以前算了啦，反正我还减肥。你不能因为这样子，很消极，随便分，我真的很消极。你就讲哈鲁那边都冷掉了。对啊，他你看麦，你看他很认真正在练习。那不然哈鲁帮我好了，代打。代打，没有，我们要下去打，我们要预测胜负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呢，使用实力相等或随机的对决，让大家猜猜看，或者是根本不会玩。第一个呢项目当然就是快打旋风。那这一次呢，由我们两位啊，这个麦卡贝高手，我们摄影师大哥以及我们的节目企划哈鲁啊，两位呢来进行一场对决。那这一场对决，我们来预测胜负。靠，谁知道？我平常又没有看他们玩。说实在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有没有看他们玩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就是其实两个实力，我认真说了，应该在伯仲之间。没有，我比较想知道另外一个，大家让他们选手知道，左边那个是玩拉拉的玩家，他连拉拉是谁都不知道。他知道，认真的玩。就那个哪一个？放电的那个，欸，胸部很大那个。没哪一个胸部不大，你说 ？Kimi 还好，你没吧？他只是因为没有露出来啊。好吧。想考我？我不会玩谁？我先做一下对角吧，我们等一下是 Urien， 我开 Urien， 我开歌林，歌林对 Urien， 歌林，你开歌林，不好猜了吗？努力耶，来开赔率，开赔率，开，时间有限，我都猜出来谁会赢的，赔率先出来啊。A 是谁 ？A 是哈哈 ，A 哈 A 哈鲁啊 ，B 摄影大哥 ，B 勇。来，哈鲁。为什么有一个永和啊？永和两倍，哦，哈鲁开两倍，哦，龙威1.3，哎呦，哈鲁，所以你比较看好，你比较看好哈鲁，还是你是因为角色还是因为人？他是角色，当然角色啊，人是什么？所以我在那个摄影大哥这边下注100块的话，赢的话我可以拿到130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哈鲁这边就是下注100，可以拿200。你丢哈鲁100块，你哈鲁赢的，我给你200块。对，本利合就是200。对，你下永威100块，你永威赢了，我给你130块。OK 吧。好，那万一合局开多少？8倍好了。87倍。88倍。你直接破产，你下100块，你下100，有没有算准一点？对吧？你下100块，我就赔你8800块。啊！一到和局的时候，你就看到那个主头永远找不到人，出国深造。啊！好，我们从托米先。哇塞！如果我1000全部压和局，赢了就88，欸，很诱惑。托米最喜欢压和局，他最喜欢压和局，你知道吗？和局，欸，一到我就走人了，真的。一刀就走了，用弄成是消失在麦卡贝。不如这样，我全部压和局，你们两个人，我等一下分你们。你看叶子，那个是欺负叶子头像。我跟你讲，快打的和局是两个人故意要打都打不出来的，欸。对，这就是雨刷。你有雨刷会听你的话吗？雨刷会听，你要先带哈鲁或者是永威他们先去喝几趟，然后体验券一次，他才会打和局。体验券。雨刷不都这样子吗？雨刷不都要带人家去体验券？哈鲁200。你把那绿色杀掉，那是乱写。哦，绿色那是乱写的，是。等一下啊，
好难啊！一下，我托米呀，哈鲁。好，我给那个，好好，我给小梅一个提示，那个我们摄影大哥那个。他用的角色 Yulian 是算是比较难上手的角色，他是血多攻击力强。哦，然后哈鲁用的角色歌里呢，算是稍微简单一点。不要骗你啦，小梅都看外表的，你看他们。不是，因为我想我跟哈鲁认识比较久、啊。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哦，不是，等一下摄影大哥选的角色一开场他会爆衣，只穿一件丁字裤。好，那我赌摄影大哥。没错。多少钱？150块好了，这很难算，算了几十块了，他等一下要怎么给你？啊，200，我不收那150，因为我算不出来，数学不好。啊，那我的话，我压我们摄影大哥500。哎呦，哦，烦的，我就是有啊，好啊，哦，哦，啊、他会开赔率高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往大家去压哈鲁那边、啊，对，你下多少？500啊！你到就要破产了、啊。哎呀，我还有500。我说你是王格林，不是。那我压哈鲁200。啊耶！好，我们赌盘已出。那强甲，强甲 ，B O one， 那是一。好，我们进游戏画面。好，摄影大哥一批 Yulian。对上哈鲁使用的是歌林，你刚刚很强哎、欸！啊，忘了说，我最近出到800分。我什么鬼啊？怎么讲啊？出了800分，我很久出到800分了。他原本拉拉 rank 有2000多分呐、啊，他现在剩800分。800分什么东西、啊？800分，因为在座两位都破20000，就是开机就送你，开机送你5000分。我到现在你看看，哎，我看他穿内裤，我看哦。变态、啊，很猛哎、欸！永威，你就丢气功嘛，下中脚嘛，他过来有气就冲撞他就好了。刃牙，哎、欸，没错没错。哦，哇，被人扛着。所以我，哦他很会、欸，凹一个，哎、欸，起身凹，撞他，是不是？欸、会玩呢、欸，是不是？哎，喂、欸，晕啦！我还会用最痛的一段、欸。欸你会玩，你要讲啊！啊，开心开心！我都开1.2倍，1.1倍，开心。开玩笑，人家圣骑士之战玩家呢。好，那玩啦、啊！你看我都不把资讯透露出来。啊，完了，哈鲁，节目计划的面子快要挂不住了，认真一点。哎、欸，他们连断了，不要闹啊！我凹这个，好啊，片姐帅，片姐帅，不要点青脚啊！哇！跳路攻击没有，完了！哇！那打下去了，放枪！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还想虚弥嘞！好 ，V 七哥来，小心哈鲁的机会！套气套气，套气套气，中断哦！哦，那千岁！套气套气，快晕了快晕了！套气！哇！差点差点！放镜子放镜子！大有气啊，哈鲁！哈鲁没资源了，他放镜子，你不要理他，永威。哇！又被摔走，他有气，他有气，哎！丢气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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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丢气功，当好，当好，当好，不要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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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，没了，镜子没了，不行，撞他，你要冲撞，干龙啊！开心，好，结算，你还叫他撞，我要赔500哎，我要赔500，你想清楚，我要赔多少？我才赔150。嗯，你会不会？其实我刚好算过啊，如果是哈鲁这边赢的话，我这边赚700，输400，我才赢300，我是赢300嘛。可是这边的话，现在是我赔永威赢嘛，这边输35，150，然后210，我这边才输210，我也是赚。不管怎样，他都赚啊，赚190而已，赚。不管怎样，他都赚。好，可以啊。不管怎样，金融东都赚啊，赚一点点。你需不需要拿计算机的？不要请他当庄家，是不是？他最会算，这么会算，他最会算。500，废物没剩800。要不然你以为他在基隆能够买栋房子，然后让 BB 跟 Ruby 怎么会剩500？他要500啊，废物啊！永威赢了，不然老师赢了。谁说？不要啰嗦，完了！前一秒才说他很会算，前一秒糟了啦，35150。32的6，60块，1060，那60块而已。
60块也是赢啊，60块，而且我们是比排名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你这么说有很有道理啊。对啊，我们只要领800，我都800，你剩800，对，这个要下四个人都下同一边才会倒撞，观众很会啊。190，好，190吧。好，这是目前状况，所以目前第一名是我，第二名是小梅啊，你可以吃宵夜喽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有两场赛事，好不好？第二场呢是。啊，第二场呢？威力啊！啊，第二场我想请小梅玩一场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。然后，拜个摄影照。想好，这次你想好啊、哦！这超难开的啦，两个都废物，你以为你打得赢他哦？我都不晓得认真打能不能赢他的。说不定哦。人家会玩呢、欸。真假的？他不会玩，你放心，他很废。我也很废啊。你们差不多。好，小梅来就位。啊，行。优柔教过你哦。没有，他说不知道怎么打的时候，一直吐中脚就对了。你怎么都机械很美的、啊？对，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打，一直吐中脚就好。然后就好来，我们小帅哥就位。啊，眼威帮忙一下，谢谢。这个牌，这个牌、哦，这个不好。不好下啊，这个。然后小梅，你最好是看你要压谁了。我要压你自己啦。我好傻傻，你压他全压自己，故意输就好了。不行，那赔率会一面倒，那赔率会一面倒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认真，我要认真。啊、对，好难哦、啊，但我觉得我会输。他写对了。以他的国文程度，没错。乱写，不是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好烦哦、喔，对我没什么信心。那我们这次从小梅自己压自己多少？压100就好。我不敢，我敢我就写，我不敢。赔率。好紧张，又是重到三块的感觉。两个居然一样，没意思啊！这样没意思，要不一样，一定要不一样、啊，一定要不一样，要不一样、啊，不然这个就没意思啦。小梅要高一点点，他两个开一样就没意思啊。才那么一点点，是有差哦。喊话了，喊话了。他这样才有拿出全力的那个。对啊。两倍，因为他要压自己。两倍。他，你要压自己赢哦。对。不可能吧？真的。要压自己1.95是大小啊，你自己算不出来啦。你这很烦、欸。你算不出来啦。好烦哦、喔。两倍。我要压我200块。哦，输屁的，就让你选，你压对方不就好了？我管。我问你，要不要跟我看电影？让你。哦，我要啊！哇，现在都出这一招哎、欸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跟悠悠对线的时候，找他一起，大家一起看电影。不是，一次对线两个，有没有很赚？cosplay 到底是卖才艺还是卖身的？你告诉我，我搞不懂你们是卖才艺还是卖身的。这跟 cosplay 没有关系。卖身是我说出用自己的肉体劳力啊去看电影。到底是卖才艺还是卖那个？Tommy 来，Tommy， 你想不想看电影？我想要文革试用券。我压小梅，文革试用券。我压小梅，我压小梅150。150，你到底会不会打、啊？我不会啊，真的假的？哈鲁说，路边，就哇，那就我拿了，小梅500，真的假的你？完了，我压力好大，不要啦！我最会做效果，叶子，我压力好大。So， 那我压另外一边好了，200，平衡一下。对啊，一面倒啊，基隆东一定会。好，我觉得刚刚叶子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，下次有人约我看电影，我就说好啊，大家找到一个好理由了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进游戏画面。哎，怎么是我在控制？你看完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少来。好，一批，我们小帅哥，哎，使用的是 Nekali， 怎么开 Nekali 呀？啊，二批，小梅开的是 Kami。先不管你会不会这個，你会玩这个游戏吗？不会啊。上次他玩得很溜啊，会踩脚接 CA 呢。这就打。你还真的中脚啊，从头按到尾哦。对啊。阵地。哦。你是真的很想看电影。你让他赢，他也不会跟你看电影啊。哎，虽然。
哎呦哎呦，哎呀，好凹的好啊！你不是说你不会玩吗？镇定镇定，键盘玩家。哦，你乱转都转得出升龙巧了，可以可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用？哦呦！哎、欸，哇，升龙！哇，暴毙！暴毙就赢了！哇，暴回去！哎、欸！啊，中的漂亮！太爽了！凹一个，凹一个，凹一个，可以可以！中脚按他，中脚按他！啊，没接到！你们在玩吗？你确定不要看电影吗？好，我们第一个灯，我小帅哥这边先拿。哇，小妹不要慌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哎、欸，按他中脚，按他中脚。哦，假动作。哎哎哎，摄影师，你不要给我当炮灰哦。哦，有有有有有，接插头有没有？算他赢，算他赢，中计。算他赢了，进动画算他赢。你是不是炮灰？你自己老实讲。进动画算他赢，他陈志远，他陈志远。钻了钻了，踢他踢他。啊！可以，让他也不会跟你看电影啦。小梅钻他钻他，有有有打背打背，钻他钻他，哦哦哦，哎，没有你没有一百八，他不会理你的。我有一百八，还没打完，还没打完，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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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一个灯，哎，妈的嘞，没有我赢了，我们赢一灯直接算小梅赢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一直按到？你要转招的时候要小心。下重脚踢他。哦。啊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啊，完了！花絮康特。没错，就这个重脚，一直拿那个重脚踢他。哇，这个转到我都不知道挡哪边。哦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挡住！挡住！挡住！你是清白的，你可以打大联盟。你是清白的，再不给我看电影。你是清白的，你可以打大联盟，好可怜。说大家可以看，一起看啊！大家不行，一起看就不行了。大家如果大家一起体验券，你可以吗？大家一起体验券。啊，就一起体验券啊！一起是能干嘛？对啊，里面很多的事情很多哎。怎样？少来。好，我们结算一下啊，老板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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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头收钱啦、啊。北武没输了。好。北武没输了，200块，200块剩八百六。Tommy 输了150块 ，Tommy 快没有钱了，废物。750啊，嗯，650想骗我，想凹，想凹50块，凹100块，650。哇，快没钱了，一瞬间排名。叶子赢了200，嗯，826赢了160块，960，960。哇，这庄家通杀了，接近。扣160，这边赚多少？五六六百五，六百五七八百五，八百五减160，七六百九。那我数学好好，六百九加190，八百八，八百八，太可恶，八百八。因为三个人压你这边，然后三个人都输掉啊，所以他本金要收包。如果这边赢的话，我就该跳。对，如果今天结果开你赢的话，那金永栋就要走路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好。我们最后呢的一个题目呢，就真的是要盲猜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进第一段影片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这个音乐线是不是？谁会赢？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两边两阵线。哈鲁，这到底是三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哪一群会？两个阵营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绿色跟红色？哪一群会赢？是不是？人家赢的判定基准是什么？赶跑是？就是他会全部被赶走，另外一方就完全移出画面。再一次，好，我们再看一次。所以两派都留着就是合局。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左边是红的，右边是绿的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红的绿的来。
哇，恰恰胸有成竹呢哦。这太简单了哦。A 的是红色，红色几倍？不行，我们要写英文。我儿子都会英文。你们啊？RED。哎、欸，会会会。那绿色嘞？绿色嘞 ？Blue。Yellow。Yellow。Green。Green。哎呦，会呢。我会，你还想了一下，啊，来赔率，请开。Green， 左边是红色，右边是绿色，左边是红色，右边是绿色。OK， 这赔率太简单啦。什么？我给你 2.5 我、哦、好。那你这不会太明显？我下，我下，我认为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下。等一下，那你何局赔掉？何局88被我压何局，这个有危险的，危险的，太容易了，五倍，危险啊！白痴都知道了，很容易，超容易的。我白痴还有时间到，哔哔哔哔，他还在哔哔哔哔，白痴也知道你有可能发生哔哔哔哔哔。三小，嗯，好，通明先，通明最爱压何局了，那就何局。何局你要压？113没意思啊！好， 1.2 120你要买赌这个影片，应该也要赌两边哪一个数量比较多。你可以一瞬间看几只，是不是？太答案太明显了，我不想说。其实我前，你们先下。看你都这样子了，还不够明显吗？我一开始不还没有，所以我故意看那个，是想说好像这个比较厉害，这个比较不厉害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实我早就觉得是一定是平手了。我早就觉得一定是平手，我故意的，故意下这个有的没的给你们看。哎、欸，哈鲁，你是不是有准备其他影片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一定故意给你看。其实我、这个太明显了，这个太明显。何局200啊？这个太明显。确定是何局吗？确定是何局吗？你又知道是何局？换一个影片，你一定知道是何局吗？然后那个聊天室帮我关掉，这样被影响到了。你哦，有人有？哎、欸，观众有讲的，观众有看到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观众有看过了。观众看过，对观众这影片我也看过，对，这假的、啊。你说我是不是天才？我用屁股想的知道他是何局，我没看过的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好，我们哈鲁哈鲁哈鲁，哈哈哈哈哈，这怎样？主头跟企划处，废物干，你有电话就跟你讲，你跟威力都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影片。我靠，这个有胜负了。还有一个在夹外面的、啊，面对镜头那一只，左边跟右边吧，左跟右，左右，这这怎么样分胜负啊？他最后会有个胜负，哪一只会被赶走？有输的那一只会被赶走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你知道何局？何局没有何局不开啊？何局开五倍。结束前他还是咬着撞到这个何局。何局开五倍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影片。庄家表示很困扰，庄家表示看不懂啊。好，我们赔率请开、大家稍微想一下哈，左跟右，白痴东西。何局55倍啊？何局不开，他不会中。哦，好烦哦！前跟后是不是？左跟右，左右左右，还有左跟右吗？有。屏幕面对镜头的是右边，面对镜头的是，背对镜头是左边吧？对，前后就好了。背对是左嘛？对，正面是右嘛？对。好来，没有何局了。他不开啊，搞不好咬着。他搞不好他如果剪片，等下咬两秒就没了，然后就是何局。哇，太过1.5太过分，1.8了。好，那何局呢？何局，逼着他要开三，很好啊，很好赔率啊，嗯，三不错，可以，三可以，一人赔300，嗯。我先啊，我要 all in 啊， all in， 敢这么快就 all in， 我要 all in 右边，右边你是在压，你要压多少 all in 啊？650，就剩650而已。对啊，我就剩650。我也剩650。后面，打啦！右边300好了。
打啦打啦。为什么最后我觉得我觉得左边会赢，好奇怪、啊。快倒桩时间到啊！倒桩时间、啊，左边五百。不对呀、啊！哎呀哎呀，要倒桩啊！你要倒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好了，没关系。啊，对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要来啊！叶子来，叶子来。那我就合局一百好了。快，好聪明的妈，怎么选的没人那一个？我要发血那种边缘。好，我在边边，最边缘那一种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。一定是左边，右边那会飞走，右边那一定会飞走。右边那个飞什么？他快起来了！右边那个飞走了！右边要飞走了！右边的飞走！右边，右边那个飞走！右边飞！右边，你如果要飞走了，要飞走了吗？要飞走了吗？三七七啊！右边的一直在那展翅高飞，展翅高飞，快飞了吗？一直在展翅，一直在展翅，一直在展翅。左边摔下去了！没有没有，还没还没。靠！哦，右边赢了，剩下右边那一只，我太聪明了。哎呀，小梅通杀。屁呀、啊！你是怎样？只有小梅一个人赢了。对啊，就小梅很聪明呢。结果这样，基隆东就有宵夜吃耶，气死了！完了完了，剩不好意思了，剩你一个。就所以这样子，前两名就赢叶子叔剩八百五、八百六。哎，没有没有，要看一下小梅剩多少钱。同名的废物剩三百五，然后。小梅好加好多，爽啦！1360，哇，我好多钱，富婆好多钱，四把，1.8，你要算一下你的，他1.8，送你一倍，还可以这样啊！我靠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就前两个人吧，我装下来你屁事哦，我赢那么多了，你应该超过1000了，七八九，950，1050减500，550，我赢550，哦，那你超越我，1314，30，靠。其实他们两个就前两名啊，没有什么差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次黑帝四的挑战，我们的赢家是我们的基隆东跟小哎，还有一题啊，还有一题，借你啦，还有一题，借你啦，还有机会吗？啊，还有一题，借你啦，借我是不是？高利贷，1.5啊，借一百，借一百还150啊，什么时候还？等一下就输，你是高利贷，你是高利贷，没有高利吧？好啦好啦，那我借。借1000呐、啊！你们是怎样？借1000呐、啊！啊，那我借500啊。好，欸、借500，借你500，欠500。好，借你500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题。我赌到要借钱啊？什么？昆虫？我知道。还有 VS 哎、欸，甲虫大战。Damn！ 超白痴。这左边的，这两只是不一样的甲虫，对不对？马蒂布拉利舒夫啊！我要看它的外形判断就是了。再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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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来。你看很久。法拉旺波希拉塔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小还可以摄影机大去看的，所以大小其实不太准。傻小、啊，他好茫然哦。他很茫然。好，主头请开赔率。左边的比较，左边那是双眼皮。双眼皮哪里有双眼皮？你看出来？哪里看到眼睛？来，金永东沉思了一下。哦，1.7、1.9，不喜欢这赔率是不是？没有诚意的赔率。没有一个赔率什么22的啦，或者是33的。那昆虫太难选了啦，根本看不出来什么东西。一高一低，你不要开个近5/5的盘吗？好，合局合局，一样3哦。4.5，居然是四。我觉得合局的给高位算。好，我们这次凶啊和局，这是反过来，叶子先，他们是交战又不是交配，还要跟你和局，yeah！ 那我压右边，只会看赔率压的300，叶子右边300，叶子现在多少钱？860，啊，我就跟金融东借500压右边。哎呦，这要翻盘就靠这次了。对，没错。
要变穷鬼也变成这一次。那我要右边。如果你到最后面你是输的，你是负债的，我是赢的，你要喂我吃。好好，我喂你吃没有问题。我要右边，五百。哦，大家都大手笔了，加多一点啦、啊。没差，我想到最后一个没差。对啊，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。那我就收啦，一样右边。哇、哦！要倒装啦！我赢那么多，你是想要我死？妈的嘞！那这样子我就全欧啊！对啊，全欧欧啦！没有没有，你要你可以算算，如果你很 care 那个排名，你可以看一下其他人剩多少钱。1600，哎、欸，我倒输哎。对啊，你会变负的，对不对？你倒装啊！我会负的，会倒装，搞不好连五百块都、欸、我因为你借我钱，没有五百块都吐出来，我跟你讲，注意算好。五百、五百、三百、一六五零、一千三、一六五零、一千四，我欠多少？五百，没有干一六五一千四，我差两百二而已啊！我欠变负债200而已。不对啊，你不是1430，你还要扣500掉哎、欸，我干嘛？你剩930借哦，对啊，你还没扣我借我钱，那他还我，他要还我吧？他还我1.5倍啊，他还我1.5倍啊，五百七他还我750啊，我还是挣的，但是挣不多，挣一些数字而已。好累哦，不要再算了，好不好？干嘛算数学就很懒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旁边这两个听到要算数学就很懒、欸。我赢定了，我跟你讲，左边的赢定了，那么凶。好，我们来看结果。剁手。啊，完蛋了，跟怎么右边看起来比较胖？我是看脚的那个厚度。完了。哦，好凶啊！完了，右边那个看起来很大只。哇，这声音听起来左边的要好恐怖，夹住了。哦，夹起来，夹起来。上哇！香菇力士上上上上上上上，无效无效无效，还没啊！不是，是这样没错，我会啊，无效。被气，这个不够是的，怪怪怪，你看可恶，干嘛啦？不行，我就不行，不行，你要把后背敲摔是不是？不行，好，所以季永东通杀，哇，啊，我们太重了啦，多一，第二名是，就看谁最多。我们等一下广告时间结束，不用那么好算，扣一扣就知道了。好，来，你算，小梅500，再见。没有，其实应该小梅、啊。大家都输，其实排名不会变。260 ，Tommy 三 ，Tommy 废物 ，Tommy 这。我零啊 ，Tommy 零。反正输到叶子，我会负500。可恶，500，360，500，560，560。是那个小梅第二名，叶子第三名，卢比最后一名。负500，卢比负500。因为 Tommy 是零而已嘛。哦，啊，所以他要喂你吃。对啊，我要喂你吃。好，不要喂我吃啊，帮我按摩好了，我边吃边按摩。好吧，再等一下，这个位置给你坐，好吧？来，我们这一次黑帝之的挑战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啊！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趴。我们接下来广告休息5分钟，大家要赶快开机哦 ！PC 跟 PS， 我要跟观众互动啦，我等一下会分两棚哦，有可爱动物区叶子跟小梅，还有那个夜行动物馆。夜行动物馆，哎、欸，我喜欢。好，我们休息5分钟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